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I 凡人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吴明。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华为媒全局高清 4K 第二集。华为媒系列已经发布了四期了，得到了很多网友的支持和点赞。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，在制作华为媒全局第一期时，连续重复制作了三次，前两次都是快要接近完成时电脑宕机了，所有的工作必须重新来，所以发布比较晚，望各位网友见谅。这里做一次广告，华为媒发布完成以后，接下来将会对刘巧儿进行高清彩色修复，敬请期待。如果喜欢我的作品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点赞和关注哦，也是对我的作品的最大的支持和认可。好，让我们一起观赏第二期吧。哎呀，夫人，五姑娘来了。女儿来了。爹娘万福。我儿少礼，一旁坐下。儿告错。五姑娘您好。阮妈妈你好。我好。阮妈来了。来了，请坐。成，我就撂这儿吧。啊，阮妈妈。嗯，儿啊，阮妈妈来。儿啊，阮妈妈与你提亲来了，说的是王少安之子，名叫尊清。儿啊，你是愿意呀、啊、还是不愿意呀、啊、是啊，你告诉为娘，你倒是愿意呀不愿意呀。我那女儿一言不发，她是不愿意呀。老夫人，那是怎么了？人家姑娘可老大不小的了，您那么问人家，人家怎么好意思说？妈，我愿意。妈，我不愿意。那话让人家怎么说呀？那我怎么讲啊？说那话那得绕着弯儿说。哦，绕着弯儿说。哎。儿啊，你你这哎呀，若妈妈，我绕不了了。还是让我来吧。去吧。我说五姑娘，我给您说的亲事就是王少安的儿子王尊清。您要是愿意呢，就冲我们那么一笑，要是不愿意呢，就把小嘴那么一撅。员外夫人，来，咱们看着。行了行了，愿意了愿意了。不愿意不愿意，我不要张五可。哎呦，大相公啊，您可真是个没福的人呐。那张五可长得就本儿提多好看了，那真是心又灵手又巧，又有才又有貌，身段又苗条。你打着灯笼也没处着，什么无处着？他心不灵，手不巧，貌丑无才，身段不苗条。我不要，不要他，你要谁呀、啊？我要表姐。他表姐是谁呀、啊？就是我结账李茂林之女。哦。就是李老头的闺女李月娥呀。是啊。哦啊，母亲母亲，既然娇儿不肯，我看就依从他吧。哎，怎奈结账为人古板，只恐他不会答应的。会答应的，会答应的。如若不让娇阮妈前去说和说和，我想阮妈能说会道，结账他会答应的。这阮妈妈，你就辛苦一趟吧。
那人家老张家亲事算黄了？也只好如此。只好如此。您就说您这事儿办的，说妈妈辛苦一趟吧。好吧，那我就先上老张家退亲去。太阳一出红满楼，清晨喜鹊上枝头。今早喜鹊当头，莫非我与王振清的亲事准能成就。Yeah.
好飞笑啊，翠儿环戴两边，临风就摆摇，上身穿苏州绣，靠身小帽，紧裹着这一掐杨柳细腰，大腹全日腰间系，诸位催绕，轻一步慢转身，有人疼没气受哟，谁说不是呢？尊清这个孩子从小我看他长大的，我呀挺喜欢他喽。啊，修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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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留神岔气儿来了。阮大妹子，哎，你可真会办事儿啊，你还不知道呢，我们月娥呀从小跟他表弟可投缘喽。那就更好了。好，哎呦，咱们就这么办。哎，啊，你给王姐回话去，就说我愿意了。那我就走了。好，这事儿得跟老爷子商量商量。小点声，这件事儿啊可不能告诉老头子知道。哎呀，这事儿你不跟他说，那别嚷别嚷，这个人啊就得先斩后奏办了再说，要是跟他商量啊，亲事就甭打算成，行吗？行，你可做得了主？做得了主。那我可说走就走。快走，他这念书呢，他一念起书来呀，就什么也不管，什么也听不见。我走了。哎，待着，谁说我没听见？老爷子您好。不好。老爷子，谁说我什么也不管，先斩后奏？你好大胆！哼，没有我的话，谁来说媒也不行。别生气，有话咱们慢慢的说。你说，尊清这个孩子，他怎么就不好呢？哼，这个小畜生！
行为放荡，缺少教养，举止轻狂，目无尊长，叫他上旁边凉快凉快去。我才不那么看呢，这个孩子见人亲热，待人直爽，生得聪明，长得漂亮，我愿意。你愿意行吗？怎么不行啊？闺女是我养的，我是一家之主，谁叫我长半个天？你今天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你说了不算，我说行才行，我说不行，谁说行也不行。不行也得行。呸！我这树根不动弹，你这树梢白摇晃。我这把斧子就专砍你这树根。你敢？我就敢。你敢？我就敢。嗯，老爷子，那可就不对了啊！我今天到您这儿来是给您闺女找婆家，可不是给您找婆家。到时候又不是您去，也许我去。您去干什么？我是爸爸。谁的爸爸？我是孩子的爸爸。说清楚点，我是孩子的妈，我愿意了。我是孩子的爸爸，我不愿意。哎呦嗨，这是怎么了？得了得了，都看我了。不看你还打不起来呢。这是干什么？我可不会打架。对，我是知书达理圣人的门徒，从来不会打架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别把我惹翻了，惹翻了我是逮谁打谁。你敢？怎么不敢呢？他这买卖不成仁义在。谁跟你讲买卖呢？你不能张口骂人。你往后，我这个门口不准你来。我不来就不来。你走。你还不错的呢。走。这是好事，你给你倒霉，这是干什么呢？快点，快点。走。好你个老东西，今儿我跟你拼了。正道不兴，此乃天之欲丧我斯文也。气死我喽。